色，我一定会抉择，担心退避再活，我所求是这谁制定的规则，创造了这躯壳，谁想真相和谁成为传说，别示弱，用热血的颜色来冲破现实虚拟隔阂，别退缩，这算什么挫折，跟我直面来生活，这执着不容一丝散落，时光便是交错，这天地一向之暂用，混成几的挥霍能吞噬多少的散落，但你如何取舍，是随波或是成王者，谁都不能超脱，为走过化身破幻者，平行世界交错，生灵万物都在聚合，谁在低声诉说英雄的无奈与坎坷，别恨人才剥夺少年的锋芒与沉默，不是真的，老子早就……哎，谢谢，谢谢大哥哥。侠需要些什么？你们这儿的药师呢？哎呦，不瞒您说，我们掌柜前段时候遭遇雷劫，羽化成仙了。啊！哎，您看想买点什么？我给您找找。有回血丹吗？有有有有。大名鼎鼎的紫飞鱼吗？真是这缘分，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你。通讯被切断了，谁都联系不上。现在连直播也没有了。哎，之前看到直播，紫飞鱼是在山渊火地比赛的。山渊火地距此处甚远，凭借我等移动速度，可要花上不少时间。那还不快走？哎，就凭你的菜鸟级别啊！来，这些都吃进去。啊，这些是？九聚凝气丹、心肝与鹿浆。
神行百步丹。这个是月初活动送的，这个是抽奖来的，这个是路上捡的。哇哇，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。提升效果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也喂，竟然快到无法追赶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也去找一个人。你是森罗地狱的？对，恶心的门派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既然碰上了，姑且问一句，前面见过三个小家伙，就这么高，这么点大？没有。哦，我再去那边找找。哎，他们在这儿！喂！啊！谁放的宠物？呀，糟糕！差点被发现了。做什么？我是来找人的。你们又是？我们在这里避难。在这儿避难？哇，这里岩浆伤害不低吧？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其他人才不会来。哦，嘿嘿嘿，你们别紧张啊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们见过一个叫紫飞鱼的狼牙台女玩家吗？的啊！我发现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喂，别打情骂俏了，我还在这儿呢。啊！我不认识他。我，你要英雄救美？哼，他像个斯巴达似的。This is Sparta。救什么美啊！你老子现在火很大，别惹我。我的游戏还没有结束啊。那最后一瓶恢复药，我看现在这已经不是个游戏了。
这里危险，快走！我没地方去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。一定会安全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那你们自己藏好。逞什么强嘛！被你看穿了。帮魏仪和隐身俩人假冒异人，这不是什么新鲜战术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两个人，但你就不想想，现在另一位到哪儿去了？火山爆发了！从比赛扩散开始，这个灾难就越来越大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算你命大！快跑！那现在好像还不能解除组队。你想利用我晋级？做梦！我确实是想晋级，但我也不干那没义气的事儿。我是被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去了，后来还是紫苏把我救出来的。奇怪的地方啊！我记得好像是叫……大姐姐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吗？我一个人很怕。当然可以，我叫紫飞鱼。我叫莫小溪。这小孩哪来的？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从打斗痕迹来看，对方是个高手。高手？没有多高啊！你打我干嘛？白龙游放。